啊，即嘛咱来讲第三，叫做无所求行。即无所求行，伊讲世人中迷，处处贪着，明之为求。但是地价五金，利无削反，安心无为，行随运转，万有虚空，哈、哦，无所缘傲，功德黑暗，相随着，三界究极犹如火体，有心解渴，随得而安，了达处处。色相无求，经文有求解渴，无求为乃乐。凡知无求，心为道行，故言无所求行。那么，再看这挂号，若不修无所求行，贪心自生，种种追求何时休息啊？呢，哈。啊，像这段。无所求行是给讲啥？啊，即后壁这段叫做白话啊，安尼来读得较详细。伊讲世间人哦，永远在即个迷人，拢总是迷。啊，迷是安怎迷？因为伊唔知变哪出世，干那贪着世间的即个个弱点安尼。啊，所以世间人什么都想要爱，啊，知无？逐项都要爱。吼、哦，就是讲如济如好都对，安怎样吼？但是你要爱中间来说金钱啦、啊、名利，处处贪求安尼，听无？但是呢，有智慧的人哦，迄款是迷的人。啊，即有智慧的人叫做悟的人。有智慧的人，伊即嘛伊体悟真理，就是迄个自性平等性迄个真理，所以所作所为。应该和别人无同安尼，哦，别人未去作业，但是有智慧的人，伊无未，伊无作业，所以有那会当顺境而行，随顺这个环境安尼，这叫做顺境而行。因为咱国人拢有一个业报环境，顺环境行都好，但是千万唔通盲目的贪求安尼。唔当过分的贪求，对咱个人来讲，你若过分的贪求，绝对有造业安尼。我甲你讲真诶，啊，你若顺真理去行吼，我甲你讲，你的经济绝对袂陷落，一定有好菩萨去甲你处理安尼，处理你的头脑，吼啊，处理的生，处理你的生活，处理你的家庭安尼，好，一定要注意哦。但是伊无贪求吼，所以你即马安怎呢？将来作为我咧讲吼，咱无论咱得偌济，比如讲哦，得偌济，咱即马有哪爱了解，总是空的安尼。搁互你地位较悬，到尾有哪是白害；地位悬，搁再占有，有哪是空。所以你甲看迄个韩国全斗焕，啊个卢泰愚，伊个美金人美元嘞，你甲看伊赚几亿，到尾落台领犯罪，甲判死刑，啊一个判终身的监禁，啊伊财产拢个不收，哦，好个在迄个啥，迄、那个新的总理、总统较改得下呢。安尼得偌济？伊名声也破坏，啊！佮在迄个日本的宰相田中角荣，你甲看伊人个美金要完，伊拢总共吞呢。到尾伊要死的心情，带着三种的癌症，安尼较死去。哦，安尼得偌济？佮再讲哦，即、這个菲律宾的马可斯，你甲看，伊嘛是凄惨的下场啊！安都大家都了解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今仔日喏，就是足侪世间人对这个世间烦恼看袂开。日本一个宰相叫做宫泽喜一，哦，这你若看新闻就知影。你看伊去，因为因咧制造这个个暗投票，这个吼、哦，
伊到尾是有当选，当选到日本的宰相，毋过三个月了就下台。哦，爱即马一个起哩吼，因为因咧党诶，大家人也伊诶手画板在嘛吼，迄新闻拢看一天，但是要落台咧，目屎流甲淋淋流，要起哩画板在，啊要落来流目屎，啊、哦，作为你家想看卖，啊你甲看咱台湾在生理人，计谈大家都摇摆，都开，都啉，都挂，啊即马你甲看足侪计走路诶。哈、哦，你即马安尼看就知影。啊，专门今仔做一个百姓哈，有那有的人为着要贪求愈济，就做非法的这个代志啊。啊，怎个来管？啊，有的开来清算，啊，有的走路。你安尼看应该就知影。所以这个无所求行哈，就讲叫咱卖贪求，因为卖作业啦，啊，唔通梦想讲你要得偌济。我想大家出来吼，那平安，啊身体健康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万幸啊！你要求这点就好，啊，这点是最起码的了哈。最起码，那学佛的人，那是身体不健康，还是讲家庭不顺，所以讲歹学佛。啊，你搞佛道教，你有去参会，自然顺其因缘，身体就会健康。啊，这家庭就开圆满，但是当然家庭唔是你心情你求安尼，无一定会圆满，因为因要修得圆满，未无要修有那未圆满。你要讲特别要求那不可能。啊，了解吼，就爱你有要修，啊，厝内人你甲引带落去修安尼，啊，你就减少到家庭的这个个心理负担嘛。哦，啊，若讲厝内人无要修，身体未健康，还是无啥啥。啉酒啦、跋筊啦、乌白开啦，伊得病嘛是你嘛是有一种拖累。我安尼讲，应该大家知，因为这个家庭重业中，啊是有一个囡仔破病，还是对方破病，所以讲嘛真伤脑筋，对吼？最熟悉的代志，甲看看卖啊，叫来听经，来拜佛，来忏悔安尼，啊，安尼来到厝内拢总会圆满。啊，那唔会话，你阁特别求特别安怎？我看是成婚要达到效果吼，我跟你讲，有那真困难啦咧。啊，那因为个人的作业，个人去担，听好无？个人担也无多啊。吼，安怎样吼？说真来滴吼，搁再你求偌济，到后尾有那是无去啦。所以即卖一寡企业家，你看多遐济，所以世间就是不难咧。吼。啊，咱这老百姓，所以我咧讲哦，唔通一日贪污，啊，就嚣摆，就要啉，就要跋，就要开。即马大家经济陷落啊，开咧个靠苦连天。啊，了解无？啊，所以你学佛的人顺其自然，你今仔有个修行顺其自然。啊，条，所以进来听他讲安尼。如果咱咧修德，咱去修德，像我甲咱大家拢去修德，师父含你也是修正去修德。但是一定要按照世缘去做安尼，咱就按照殊方世缘去做就好。安怎样吼？那么将来前途哈，应该特别黑暗嘛。不过你那是无按照世缘去做，哈，啊无要修改，我跟你讲，前途绝对有那原在黑暗，因为个人做业，个人去担。绝对，你今仔日那是。知影讲，今仔袂使作业，你要搁再作业，你伫佛前求那求无？我甲你讲真啊，比如讲一个囡仔，老爸有财产，但是囡仔老爸分一寡钱，分一寡财产给囡仔，囡仔甲开了了，别人也无开，伊也开了了，要搁去甲老爸啊讨，老爸有哪袂个答应？伊搁互你嘛是。个几百万、几千万，好利率嘛是个开完的，所以我正甲注意讲，今仔日做佛弟子，人佛陀甲咱讲爱修改，修改甲参悟，伊虽然放光，互你生活平衡，你若无要听话，到时间到，你生活陷落，我甲你讲，有那是叫天天袂应，叫地地袂应，我甲你讲真正，所以唔通唔对。
吼、哦，所以来对吼，阿公安呢，因为咱拢总一般的凡夫拢随波逐流，随波逐流讲顺世境，看别人去安怎，你嘛要安怎，这叫做随波逐流哈。随着风俗去行，所以自然一生拢总好这个物质来燃烧内心。好、哦，安听下无？有个人为着拼啦，为着做啦，好、哦，为着这个不正当的这个手段。到尾犯案，我跟你讲，真正读壳你就冒咧烧啊！有这句话有无？个未顺就冒咧烧，哈、哦！啊，去用关就冒咧烧，有诶去用关都放出来，一个月个了结，有诶三工得个了结啊！所以咱凡夫俗子一定要以这个道德为标准安尼，唔通阁唔对。咱都已经明白因果啊嘛，哈、哦！啊，明白命运，所以咱特别袂使唔对，哈、哦！好、哦，即卖去真啊！所以呢，一生那是无要顺世缘、顺戒律行呢，一生拢总过了无好势安。怎地？啊，你那是今仔日有真健康，加合法，当然规家卡都相安无事。啊，你今仔日如果那无要合法，我甲你讲，我那规家卡乱清清。我再讲一句实在，因迄条因果的瓜。爸母呐无定失定，囝儿孙啊呐落偏，所以我咧讲，这叫做因果相关。囡仔呐是将来吼，什么都袂顺。我甲你讲，你食老有呐，无人甲你讲，你顶多痛苦。我甲你讲，应该听无。譬如讲，咱个囝都无出处，无出处个中间当然伊个收入都袂正常，袂正常，咱已经老啊，皆破病啊。要叫囡仔安怎敢负担？因为这个世间的生活上绝对离不开金钱。啊，咱的囝都未顺，啊，咱也未做啊，所以要叫什么人去家你？叫恁囝安怎家你负责？我安尼讲，恁就知影道理了嘛。好、哦，安尼讲，咱今日都做人真健康，啊，囡仔也真健康，做人健康，囡仔就健康嘛。啊，你若讲无健康嘛，是一两个样尔。安尼当然，就迄个真正确的囡仔来甲你照顾，这是以凡俗来甲讲。安尼咱过了，就是无这个担忧。不过即卖人已经真正道德败坏，所以道德败坏了，伊后报都真严重。啊，不过囡仔有闹后报，所以囡仔伊后报真严重。囡仔有闹后报去走路，也是趁无食，当然伊就无迄个能力来顾老爸老母。啊，你算不是恶性循环吗？刚才这个恶性循环，恶性的循环，对哈？所以我咧讲，我那得爱健康，唔当为着要贪求，啊，用出真正歹手段出来，安尼袂使见。好、哦，所以进来对哈。因此，咱来了解，咱有这个辛苦，事实跟你讲，所受的拢是苦，啊、哦，官修是苦了哈。你若讲要占有愈多，到尾我甲你讲，何患无穷。所以你甲看占有愈多人，伊当然就较无这个功力，啊，无功力呢，就心地黑暗，所以天较袂甲照顾。咱卖讲佛菩萨啦吼，天绝对袂甲照顾。啊，若是心地光明的人，拄啊符合着宇宙的光，当然天理就甲照顾呢。这是必然的。好、哦，啊！你今仔日因果循环、恶性循环，到尾咱家己受苦，受苦，搁再落三恶倒去。好、哦，啊！所以咱今仔知影，这个辛苦是苦的。哈、哦，但是因为人类为着肉体，拢总会斤斤计较安尼。就是咱他妈写的乌帮迄个叫做骗价执安尼，为着个人开来骗价执，所以会拼命追求。哦，你创业也是安尼啦，啊，要为着坐地位也是安尼啦，了解无？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虽然咱也无现实世间也无几个人活得真安心诶，哦，啊，何必着为着世间的这物质金钱来做成到这个？啊，将来一定无间地界，唔知要几千劫、几万劫，最熟悉的代志哈。哦，所以我即马下面较讲，注意你呐，会当了解缘起性空、缘起性的物件。譬如讲，咱人的身躯也是缘起性，
吼、哦、啊，咱人诶，即个环境有哪是缘起性，吼、哦、因缘性安尼。但是缘起性诶有甲无，所以我咧讲吼，你顺因果行安都好，该人有我都有，吼、哦、啊无我都无嘛，毋免特别想心肝歹，要去追求安尼。你爱了解这点，因为有些人有该有的有，嘛是无去啊。啊，你若顺道得行，该人有可能保守较会调，一生较活了较正常安尼。所以现在在讲，咱缘起情况，自然你未用心机计无，吼、哦，无用心机计无，自然你未搁在额外诶贪求安尼。记好哦，这点是真重要。你若额外贪求，你就绝对黑暗心啊。所以伫经书中有讲，一个人来当看破世间，吼、哦，自然未贪求，吼、哦，一个叫啥，未贪求啊，安尼知影，阿嘛未贪着，吼、哦，你若无贪求，就无痛苦。我甲你讲啥，今仔日世间足侪犯罪的人，拢总是贪求造成的。我无骗你，你家看一寡迄个帮派，到尾大家都惊就不归路。大家新闻看拢知影，100%拢惊就不归路。迄帮派啦，共恐吓啦，共绑票啦，共做做迄真正贿赂的代志，无一个无下场。那毋是枪杀，就是登记去用酷刑。迄种总是无合理的要追究的哈。所以咱来当达到无求，较算真正的得到这个道行哦，顺自然啦、啊、哈，顺自然到这个叫做无所求行啊。你今仔叫做什么事业？你正常。你做什么？吃什么头路？你正常。好、哦，卖讲某个人公司无爱你，安都无对啊。一定爱真有中道，爱认真安尼。因为咱今仔拢总爱生活，爱生活。顺这个正常的收入来生活，好、哦、啊！你若给他做生意，你卖用讲暗处，这个一个犯着得逃，好、哦，所以请大家注意起来，啊，怎样哈？那么第四叫做欠法庭，即嘛这个注意，这个就看你到收得哈。贪赌啊，迄个就是讲叫人对世间看破，即嘛这个就含收得有相关，直接相关啦。接下来第四欠法庭，行政之力，哦，目之违反，处理众相虚空，无量无量，无处无彼。经文：法无众生，离众生故故；法无有我，离我故故。地界若能信盖处理，应当欠法而行。法体无间，无心明在，行思无妨。哦，达解三空，不异不着，感化众生又无法相。哦，处为自利利他，亦能庄严菩提之德。师道基逆，以我道亦然。度妄修亲，行无六道，以无所行。是为欠法庭，若不修欠法庭，虽修六道，以地又为可还呢？啊、哦，即嘛咱看下面这段白话的解说呢。这个欠法庭是给讲咱的自性、自本性，迄、那个发心本来是清净性安尼。啊、哦，因为伊是属于虚空的真理、宇宙真理。叫做第二题、哦、所以它开始真真正正咱人的这个正法，也是咱个人共有的这个发心安尼。哈、哦，但是这个真理内底，那无众哈，真理内底是无众相啊。注意记得，咱个人迄个主性力哈，迄、哦那个叫做清净，哈、哦。要甲讲，伊是骗虚空界；啊，若要甲讲笑来，是伫咱人诶自性中安尼。
哦，在主性中，今来得无白相。请问诸位，今仔日有白相是另外白相的这个原因，其实今来得无众相。哦，今来得确实有一个真特色的能量安尼尔。这个是安尼哦，请问诸位这点哈，伊无众相。有众相，众相的这个原因，就是迄个妄心所现的。这谈不到大概有讲过啊。哦，今麦进来底下，所以这个无众相在内，甚至伊嘛无染着各种的相。伊所以咱有甲咱讲，自性本自清净。哈、哦，所以妄别另外一个妄别这个道理哈。所以自性无各种的相，嘛无分辨。所以这个叫做众生同体性安尼，无迄个理我。啊、哦，无思想，所以伫经书中讲，心理本来就无众生相在内，因为这个众生相就是安尼，有六根相，有环境相，甲这妄想心安尼，心理本来就无这物件。好、哦，了解哦，因为伊是清净心，所以伊嘛是离开众生各种缘起哦，因为伊就是一种绝对，伊唔是因缘所生的，伊本来就是一个清净体。所以伊内底嘛无即个贪嗔痴甲爱，吼、哦，咱个个人个即个自性佛内底认识无遮物件，嘛无即个五常、人常、甲众生常、四常，嘛无世间个即个贪着物质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做离开果果，即果叫做垃圾。咱人个自性个本体内底无垃圾，但是外口有卡着垃圾呢。伊本体无垃圾，啊了解哦。伊那就一卡酸椒手指，伊本身就清净洁白，啊，佫会发出光芒，唔过落落水沟啊里，啊所以外口卡着一层垃圾安尼。所以外口卡着垃圾，唔过伊本体无垃圾，这个叫做无果果，吼、哦。啊知影吼，无垃圾，但是。真清净，伊并无染着，哈、哦！所以有智慧的人会当相信真理，就应该按照真理去做，就是按照清净心、无为的清净心。所以法体自然无见贪，但是有见贪，就是这个妄别妄想，要注意哦。有见贪就妄别妄想，所以法体本来无见贪，所以对于身躯。生命财产，所以现在这伊家讲的是讲，应该有因缘，通去布施，你就布施安尼。啊，了解哦。啊，我有去布施无？我敢无？你敢知？我就是恁的大施主。这希望你们同意不同意？我不，我唔知啊。卖讲济啦吼，卖讲济。我的弟子拢去听我说法，所以我就是恁的大师祖安尼。佛陀就是三界诸天，整个世三宝世界大师祖。今日我按照佛经讲给恁听，我就是恁的大师祖安尼。但我袂使健谈，我袂使讲我得偌济法，啊，我袂。我得偌济话，我袂使无讲。但我即马甲侪讲者，恁有哪爱做施主？施主，我你今仔日看恁个人的力量，三宝中那是真需要恁。我甲你讲，你唔通健贪。你若假使讲是健贪，你白家绝对无好。我今仔日如果我健贪，我今有福德，有这个福分给我，叫我出来。奉献给恁，用着这个法布施给恁。我今仔日若无出来做，我将来说对恶狗、臭鱼人，搁在牛吃。我跟你讲，这罪孽真重。佛陀这种福分给我，我唔接受，袂使进。啊，了解吼。但是今仔日注意，恁若做施主，施主是讲三宝中的需要，恁一定要量力做。唔通无，啊！我已经会当做到安尼，我尽量做。好，啊！我若讲性命，搁在珍惜性命，疲劳、惊疲劳、惊啥话？我甲你讲，我家己爱含了。
所以我就是您的大师尊。你要相信这句话无？你爱接受，吼、哦，真正你无接受袂使。但是您应该做，有哪您爱做。所以您啊，今日这愿力为三宝布施，为三宝供养，这是您的福。您啊，唔做是您的歹缘。所以要做是福，唔做是您的缘。吼、哦，这本来就这句话去讲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得量力。当然，恁的生活爱注意，爱顾，吼、哦。啊，不过你绝对袂使健谈，就健谈你将来死去了后，就是甲恁讲袂交代者。我今日若是无照安尼做，我有哪有一天我命中，我对咱本师释迦牟尼有哪袂交代者？我对未来弥勒佛，我嘛袂交代者。我安尼甲恁讲，恁来相信。所以今天在跟我们说该人报喜就要报喜，所以有财师跟法师两项，我法师、哦、啊您比较为三宝来报喜供养，这是我们国人我的本分跟您的本分、哦、啊绝对不能健谈，所以这句话说 叫我们不能健谈、哦、因为法体本来不健谈，因为法体是属于清净，健谈是蒙蔽、哦，所以呢，对身体、生命、财产，应该死就爱死，应该吃就爱吃。你自然会当能达到三轮体空，安尼，三空就三轮体空。啊，若无你今仔日哦，个人有一点啊，啊，你准定空掉咧。我跟你讲，真正你将来袂交代者，我无骗你。但是你总是爱有一个节制，加上你的生活费有哪爱注意。所以佛陀唔好甲咱讲安尼嘛。那伊徛伫阮的立场。我爱大布施，就是讲，自然我捌偌济法器，我啊绝对爱讲予恁知影。好，啊恁今仔日的人佛陀甲恁讲，恁一个月也是总共有赚三万块，啊，就剩五千块，剩五千块你甲打做，比如讲一个月三万块已经开到剩五千块，你自然这个五千块甲划分一半，还是三分之一，你摕出来为三宝做工过，哈、哦。啊！你存咧小留一个，比如讲小我加金一个。万一囡仔有大细，人讲世间讲有一句讲叫做大细灯，好无？感冒一个、漏塞一个，哈、哦，还是囡仔要注册一个，你总是爱留起来。好、哦，啊！你唔通讲今仔日接掉的时阵连放都唔肯放，哈、哦？人世间讲牛逼啊，敢无这句话？我跟你讲，你若安尼，将来你无福报，通去进进出出，哈、哦，有收入吸出来，你得阁有收入安尼，即得有种流通性诶。所以你听我一句话，哈、哦，唔通讲安尼对即个报喜代志，恁安尼看甲足重，安尼看甲金钱，看甲足紧，安尼袂使者。安就是内心哦，有一个人讲有瑕疵，哈、哦，所以进来店里开当达到。这个三空吼，三轮体空，爱各注意不急不住安尼哈。但是呢，唔通，哦那唔通太过依赖，唔通讲卡袂掉，我特别依赖佛祖。哈、哦，你今仔日若是讲心有坚，你要搁依赖佛祖，到时间到，我跟你讲，真正你会受苦不了。你今仔日若会当为众生想，将来佛祖都为你想。我跟你讲真的。一定会安尼，哈、哦！所以进来店唔通太过依赖，恁人讲卡袂掉，我讲你要求辅助啦，啊，要安怎啦？啊，你应该做，你无要做，有哪袂使者？有哪迈过德相？因为修行是清净的，迈过自执，那安尼开当感化众生。伫这个感化众生的这个时，的时有哪迈德相安尼？比如讲，你今仔日改成布施，你去布施，安尼你有哪迈执相？我无甲你骗，哈、哦，卖就上。我今仔改善做，就是恁有含我缘分，啊，我今日合作有这轮福报给我，啊，我尽责任甲尽义务安尼俩，我就会当完成啊。这世人我都无白过啊。我甲你讲，你唔得听有无？今仔日合作给我咧五个单位，即合作给我的，甲众生共缘的啊，是合作给我的哦，啊，众生共因缘来组成的哦。干那欠新的钢筒了嘛？好，啊，你嘛是只，今日有这个钢筒，那讲嘛是辅助我，搁在恁强言的来做的嘛？
吼、哦，恁个人几百块、几千块，我知影，迄个我拢有看过啊。吼、哦，来到付即个租金啦、啊、水电啦、啊、啥货啊、电梯的保养啊，吼、哦，这嘛是恁个人有去做啊。啊，所以我即马甲做讲者吼，今仔日呐，我个人来甲讲哦，我嘛恁也卖着想，我嘛卖着想。吼、哦，虽然讲我今仔会当讲大声互恁听。我会当整理几本啊，真正确的这个，而且个，卖讲经啦吼，经是有做水准啦，吼、哦，这本叫做转顺嘛。我想讲会当整理这本因果管理，这个应该有那佛祖教地位好我，赐好我，好我有这智慧整理出来啊。我跟你讲真正啊，啊了解吼、哦，啊做这么来会记真吼。感化众生时，有哪卖着想？比如讲，我今仔日有这个水准，有遮侪人去听我讲大乘，千外人去听我讲大乘，我唔爱接想。吼、哦，反正发会拢几千人，安尼我唔爱接想，安尼才会当真正达到主力利他。我无骗你，吼、哦，所以安尼才当庄严家己啦。迄、那个佛性的光辉，才会显露出来。安尼，这个就是菩提道。听无，咱个人嘛是哎呀，你若今日搁在有坚持伫咧吼，我咧讲你的佛性也是懵白。譬如讲你今日该写你无要写，安尼就是内底有这个坚贪，吼、哦，啊个吝啬嘛，啊说好吝啬，把你懵白掉咧，这也是不对的。我跟你讲真的，啊你将来吼，我那每个有特别的这个福报，我那没有，吼、哦、来生也没有特大的福报哦。我跟你讲真正哈，所以这个布施既然安呢，那么其他的五道，譬如讲持戒啦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有哪都要照安呢来实行安呢，啊，这样来实行哦。你记得好哈，好不？这个以五道易然，啊，阿别一些本以五道易然嘛哈。所以地会有那爱安尼想，所以那会当安尼，较会当读梦修真哦。所以唔通干那会样听，袂样袂修，安都不对啊。啊，我绝对袂使讲会样讲，袂样袂修，安尼也不对。但是实际讲，讲就一个修，啊听就一个修。唔过一定爱渐渐明理起来，一定爱注意点。譬如讲，你今日袂使无持戒，袂使无修忍辱行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哥再讲，你袂使无尽重一个精进，唔通乌白精进，一定爱尽重一个精进，就是讲按照大乘法来去精进。这个精进大家拢会讲，但是要用什么方针来精进，这点一定要列出这个重点出来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戒律当然是照讲，是迄个十善戒，菩萨戒、十善戒，啊，忍辱行就是迄个受气、嗔恚心一定要除掉。吼、哦，啊，精进是有种叫做自度精进，甲度他精进，这应该有个大家讲过吼、哦。但是搁在爱修禅定，禅定进目前哦，已经伫末头了吼，已经未改标准啊。但是今日进来就要修禅定，我都甲恁讲过，习惯较爱看，吼、哦，也是禅修的重要是看迄个啥呢？看迄个禅宗的禅定，禅宗的禅定伊无去做。禅宗的禅定吼，即禅的思维、甲静如、甲为主安尼。比如讲，你今看经典，啊，你好来思维，法义上唔捌直直思维，思维自然入定。吼、哦，希望老和尚当时伊无去坐，伊干那参位头。那禅宗是参位头，参位头就是静如甲思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希望老和尚第一食饭得去思维哦。到尾手拿一块碗，准备即讲伊手拿碗，准许落过，落过伫思维中准开悟。今仔日恁有看节目，还昨个节目有讲到这段无？有没有看到？有哈、哦。伊干那专精地来个思维，思维一句话安尼。啊，到尾准计食饭中也计思维啊，啊到迄块碗未记即讲伊现实计食饭，啊一块碗准落落。那个偏一下，安尼伫这思维中，较准伫遐开悟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我咧讲专精地来思维，这我那是禅定，但是自然开发智慧。啊，你今日是道门那开发智慧，这是事实嘞。
都有一个啥文字拍摄、思维拍摄、甲实相拍摄出来哈、哦。所以呐，安尼开当逐梦修真，以这种的心法去行六道，安尼较叫做清法行安。啊，所以这段恁等于讲修行到底是安怎样修？这段恁等于搁再看到怎样？啊，伫世间法内底边段会当看会破头前迄三段呢？好、啊，了解吼。但是如果修行的人着想，比如讲你今仔有接一个，我咧讲哦，修行有的人吼，现佛经有写呢，今仔布施今仔贫穷呢，布施绝对袂贫穷。伊讲啊，我今仔日着财产安尼。啊！我若客出去，我食老要安怎？有是安尼想，迄种妄想。等于你今仔日若无经文、无正坐，你白日都无修行，拢毋知即个道理。你若是毋肯经坐，我甲你讲，你连即个都无修行，就是等于你无修、无布施，都无福报。我今仔日若无法施，我将来我都无众生同佛法度。我要成就菩萨行的大菩萨，我跟你讲门都没有。哦，啊，我要门都没有啊，当然我要成佛嘛无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今仔日因地菩萨都改念六波罗蜜爱做，将来靠有这个各福德的果德显现出来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做因兼果安尼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哈？所以有那卖着想，哈、哦，如果想着想也袂使啊。所以我有跟您讲个，今日来到家，是我的含您结缘，是我的责任，嘛是我的本分，是福德福我一个福分，啊，我来搞完成安尼。所以我唔免讲接讲，我比较黑龙龙唔免接啦哈。所以安尼较哈，如果修行道上就袂当算讲清法灵，所以那安尼就有未见到的人并无差别。比如讲，你今仔日有去听。啊！你得家人做，你得有能力做，你唔肯做，啊！你含凡夫俗子有甚物差别？无差别。除非讲你即马开始在去听尔，唔知影讲到底要安怎做。啊！你若讲含书已经结缘几啊冬啊，你今仔个该做你唔肯做，你含凡夫俗子嘛是烧香啊，无采讲你去听嘛，安、啊、那有甚物意思？啊，有甚物意思？你家己想看卖啊，无意思啦。有听啦、啊，无听少讲哈。所以呢，见到的人是应当是清法灵，和咱的贪求应现，哈、哦，永远的摄取迄个贪求，又要了解因果，衍生的因果，哈、哦，实在是无生。按照无生来讲，你世间的思想哈，这是因缘所生，有而非有。我们爱讲这道理，缘起性是空性。好、哦，你要注意这点啊！啊，你今仔日告诉我有这个因缘已经回合，含这个三宝回合吧。你今仔日讲唔修哦，唔做，我你讲连咪都无去啊。到尾我讲拢会断落，绝对会断落，含三宝断落。我无骗你，无论在家甲出家哦，一旦甲有这因缘听到大乘法，啊，你安怎修你唔修？到尾我跟你讲，你也是做一个流浪，而且众生，因为你未经结到这个功德力量出来。到尾散散，准离开，搁再离开三宝去。好、哦，我不骗你。今日就告诉我，唔讲了哈，我唔讲的话，今佛陀就无爱我讲啊。我管你敢听？所以我绝对袂使想亚仙，也袂使想讲我已经老啊。好、哦，袂堪这个，逐礼拜安尼走。因人的性命哈，我甲你讲是精神支持掉的。我绝对袂使想仙。啊，所以我即马愈讲自然会愈流利，我跟你讲真正。啊，将来愈讲会愈深。啊，即马你若肯布施，收入就愈多，这自然的代志。啊，因缘就结愈快。哈、哦，这自然的理啦哈。所以进来得甲咱讲啊，一切拢是因缘起哦。那你若告诉这要家己要斩断这个福分咯，到时间到真正无去。啊、哦，搁再来一点哈。对世间的一切吼，咱莫执着，因为你对世间的这个法，你若执着吼，可能会得到有漏报，报尽就搁归空去啊，就无去，莫执着。吼、哦，这个、叫做三门体空，该人做去做，莫讲我去做啥，什么人安怎样，吼、哦，这个拢莫哈。甚至一定要了解，万千拢总平等，
比如今生今世，咱有一寡含咱较无理想，就是这一年较无理想的，这个叫做冤。但是有种是一年较理想的，这个叫做亲。今仔日师父过去阿未下课，嘛是有那有一寡这款人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听好无？应该有那有，阿未名利进前哦，有时阵三两句话就错嘴，唔是计较人，就讲了会误解。哦，因为世间是因缘所生，凡有善缘甲恶缘的咧。但是今嘛，今嘛已经开始去合法啦。过去还唔好，也是放掉。这是事实的哈，这个叫做完全平等。弯就是因缘，但是今嘛是因缘啦，爱注意这点。哦，所以呢，在苦果甲逆境中，咱拢人拢有哈，会当忍受这种的弯波。这个叫做明佛心中啊，因为佛佛心就是平等心，就是无冤亲的分别心。按了解哦，佛心是安尼，会记住了。所以咱在普贤五心是佛，佛是五心安尼，所以一定要普贤这个哈、哦。所以安尼呢，那安尼做开当正常佛道，因为将来哈、哦，无论是冤，无论是亲。你爱了解，拢总是你度的对象安尼，了解无？拢是你度的对象哦，所以你一定爱回向，爱甲伊去掉迄个五执性，爱宽心，放弃过去的这个大家歹面相看、相骂、相怕这個问题。所以上界清净的讲，当时爱好好，吼、哦。譬如讲，过去大家先不有口角，即马嘛爱家己做先辈啦，嘛爱去亲近家己的大家啊。好、哦，啊那当时都过去有即、這个大家攀姻缘去做伙着，即马你嘛都爱好嘴去甲叫安尼。好、哦，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基本啦哈。啊了解哈，安尼将来咱该幸福咯。所以那安尼做主人所作所为，咱有咱未搁在沾染，未搁在沾染上，未搁在大家结怨。啊，未搁再沾染到这个贪欲心安尼，你也知道，无你唔做，无你留咧，该人你有你唔做，你留咧要创啥？我请问恁，你家己想哦？你即马留咧，白日啊，成为一个主题纠纷嘛？听无？你敢有看到昨个新闻？一个阿伯啊，85岁，伊去新店遐一间佛寺，迄是违建的，遐大嘛吼？好不好？大，但是已经佛寺是有准备一个所在，好占占优先。这阿伯阿个尽量的，但是伊献100万给因。即马来，因在跟伊孙阿说，心内说袂欢喜，准甲伊诽谤迄间佛寺，讲一个所在，甲因妈妈拐死100万，讲迄间佛寺啊。但是因即马往到因老母就讲。讲我在生，甲恁立个大汉，恁的事业，我嘛摕钱甲恁斗成甲圆满。新妇的也摕，伊就好新妇也一挂，好查某囝也一挂。今仔我生来生去，还佫剩一束啦。我特别做我的工程，是安怎恁甲讲这个诽谤的话安尼？好无？新妇安尼讲好无？阿婆在迄个业主啊，啊业主即马你甲想讲伊？到时候他知道他的银行婆有100几万，他现在就诽谤400几万、啊、你自己想看海钱是不是下来给孩子来作业、哦、你用这个模式，这个社会新闻这个模式，这样就知道那个阿婆80几还真用，因为我今天要出家、啊、这个地方我奉献，我就应该我奉献了三不应该、啊、人就一个地方暂时要让我睡起起来，我就胃就比较快，改成两片瓜尔，有无？内底嘛，甲设备甲规套啊，啊，大家嘛困安尼啊，啊，迄个主持困的所在还佫较歹啊。哦，新闻要采访啦，警察要调查啦。哦，你个想法，你是不是有钱将来囡仔纠纷？哦，这新闻就拢做有安尼啦，所以造成因囝的诽谤三报所第较侪。啊，你家己想看卖哈、哦，今仔日一定爱。尽量为着未来个人打算安尼，好，我跟恁讲就听话哈。所以今嘛来哈，主人哈，咱那是讲哈，迄、那个
教头前讲安尼吼，就是讲一切不执，侵犯。安尼从言，咱对得起佛陀甲菩萨。好，咱都已经有这因缘就三宝嘛，所以安尼无奈会当在生来甲讲，也是讲无佛法的人讲，我对得起上天安尼。所以我来讲，你嘛对得起祖先咯、哦，因为你有给行犯，祖先就解脱。啊，你若无给行犯，祖先未解脱。所以咱有给讲一个，一个人若是将来真真正正会当成道，九贤七祖并超生。最熟悉的，今仔日恁若是讲今仔日已经入三宝啊。让恁的祖先来给盼望你，也当得救。啊，你今仔日那个算算，我跟你讲，祖先对你有那是失望，我不骗你，哈、哦。我跟你讲真正，所以尽量累去修行修好，安尼知影哈。所以安尼有那开当对得起祖先，对起对得起爸母。啊，你那真真正正有落实修行。将来你的九贤，九贤啥？九代子，九代贤孙，我那会并肩护工，并肩护工。啊，你今仔日若做无好，好啦，总共给你是我财产留咧啦。我跟你讲，第二代给你开了了啦。安尼我跟你讲，其他在贤孙啦，我跟你讲，伊就真失望，就等于无一个好的后代出来。哦、啊，你今仔真正实在想。啊，该人你做的爱你来做，啊做的当敢卖着相，吼、哦，安尼自然对得起佛啦、菩萨啦、良心啦、天啦、祖先安尼，吼、哦、嘛对得起你现世爸母啊，啊了解吼、哦，所以以上所谈是谈无所教是佛弟子之理入无行入，理入就是即个五种，吼、哦、行入呢？就是四段，第一叫做报怨行，第二卡叫做随缘行，第三无所求行，第四劝法行安尼。劝法来讲，今日佛法来得人，需要你安怎做，你爱真心来去修。因为这个后段这段，伊是给讲按照六波罗蜜，吼、哦，所以进来得讲，安尼开当进入六波罗蜜的种当中多两种方法安尼。理入无行入，哈、哦！但是注意，如果你若是会当安尼做，安尼卡会当叫做行道修真正善。这头前讲过，会记一个呗？四十二章经讲的，对哈？行道修真，这个真的正的心，就是讲对佛法你无怀疑，该人做你有做，这个叫做行道修真，安尼叫做善咯。接下来就是要谈自有道合这大案呢。这个自有道合嘛，我咧讲吼，我先跟你讲一下，你的志气得爱含道而合。啊，道是啥？道是遍虚空法界，充满宇宙嘛。他们是安尼吼，道就是充满宇宙，但是会记者，咱的志气若大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道，甲法门无量誓愿合。安尼就是你的心真大呢，心真大，大到像虚空，所以你唔该想讲众生无边誓愿道，安尼多含道变大安尼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个修道人一定爱立志做所立志的这个含真理的大道的名符，安尼较对。哈、哦，就是迄个四方誓愿中哈，迄、哦那个第一句叫做众生无边誓愿道，你爱立这个大志去，安尼这个叫做自有道合。搁再来呢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也叫做自有道合。你唔通讲学一当、学两当，就学啊煞了了去啊！安尼你的志气就真薄弱，不可以这样做。今生有这个因缘，行好含师父结缘，师拢讲大乘，甲恁讲安怎修行、安怎解脱、安怎成佛的。啊，唔是讲三两当恁就会当知影讲这个法，因为佛陀讲四十九年啊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恁一定爱对这个各经教内底，一定爱无尽藏，拢做爱学教安尼，哈、哦。那么后礼拜，佮佮继续讲迄个道，自有道合者大。好，弥勒尊好，哈、啊。